网跟打打谁比较强？好，射手对位，好，五五开，没有，你比较强，你怎么没反应？辅助对位，巨下比较强。好，我也觉得五五开。海上路对位，风哥略胜一分。十一开。那中路对位，奇哥直接冠军。我们教练对位，体质优势。对嘛？所以要怎么输？借一瓶白药水。这个 IG 冠军好可爱，每个都给我冠军爱心，那是什么叫？上面跟我说，如果我去礼拜一去拜的话，这礼拜必胜。他说每个礼拜都去拜，他会保佑。那一样，今天就是平常心，然后记住上礼拜的那种感觉。然后昨天团练的感觉，昨天团练感觉 OK 啊，你怎么没感觉？对，上礼拜的感觉，然后昨天团练，那种沟通积极，反正就是拿出来，然后平常心啊，胜负在外面嘞，只要你们全力以赴，任何结果都能接受。来，姚斌，发力！笑他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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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憋笑。请叫我怪人。哎，这段是要录进去那个什么东西里面啊？哎，不要录进去啊！哎，不录了，不录了，我要走了。没有啊，你已经喊了，就一定会录了。那个 ，Thank you， 白夜，拜拜。我要走了，又没吃药。我离开了。今天忘记就要吃了，抱歉。关键还危险，当下的感觉是什么？放手一搏，听天由命。那一点点，我真的是再也不想打了。而且重点是两周，连续两周。哦，好累哦。好喝啊，差点被 DC 去处理了。你说 LP 啊？LP 那主帽血量比我们还低，所以是 LP 差点被处理。384跟304是差一点吗？差一点，至少我们赢了，对不对？感觉会被抢完蛋。感觉要被阿月抢。打不好了，要被单杀了，要被单杀了，哦不！打学长，我惨了，我要被单杀了。你知道我去越南的时候买白色的哦，我觉得好帅。所以要买现在这个颜色。对，那这个才会赢，它是冠军电扇，三九九一台。有点假话，我叫囤货，我还有一个。够激动嘛？他说不要鬼叫，要激动。祖先帮忙，祖先帮忙。今天演变态是本色演出吗？被强迫了吗？以上若有雷同，纯属实。这样子。